公，我真的很希望只有我们两个人住在一起。把妈赶出去，我们两个一起住。以后不要提到子晴的臭丫头，女人都死光了，跟她交往。要不要让子晴结婚，有个不错的对象啊？她要是结婚了，那我怎么办呢？我在想，我们两个人是不是上辈子有什么缘分？今天晚上我可以请你吃顿饭吧？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到10点，老天爷呀，给我爱。